我啊有六個兒女，有五個咧就好會煮食嘅，但係你阿媽媽咧差，真係差，又唔識煮喎。我的锅有点问题，这鱼怎么也煮不熟，你们当鱼生这样吃吧。我记得啊，你妈妈以前煮东西啊，真的很好吃的，尤其啊是那道爱情鸡饭。这只鸡饭，我觉得我接受的真的是大限了。其实呢，阿姐的鸡饭呢是不错了。哎，姐姐，那个鸡饭跟别人不一样 ，OK？ 一咬去，满嘴都是那个汁，香到半死呀。专注为人招来的，好食噶，特别好食噶，连我哋都俾佢吓惊啊！为什么他现在没有弄鸡饭呢？我也不知道哦，自从啊他生了你之后啊就没有再弄了。